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新闻联播时间，星期三，大师常公子。咁啊，首先有个读者就留言啊，佢话周大师，你对佢两个咧系弹系炸，即系我打 Victor 啦。唔好扮高深啦，你都有啲缺点噶，但系总括系合格喎。好多缺点，口齿不清啊嘛，仲有咩啊？做咩啊？講嘢好快啊，係嘛？係有忽然之間有一段嘢冇咗咁樣咯，即係要聽慣你嘅人先知道你講乜嘅。好多啦，同埋有時成日 side check 咗咯。係咁啊，冇辦法啦，大家希望接受決定。係啊，咁啊，希望繼續努力啦。咁啊，阿 Victor 加咗入嚟之後，應該係件事好好多嘅。不過至少你冇咁辛苦。你都有嘢做啦。即係大家都有其他嘢做啊，咁啊，即係好多謝阿 Victor 幫手先啦，第一件事，咁啊，到水平咁高啊，即係我成日講呢啲後生仔難能咁可貴啊，即係咁嘅年紀咧，即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唔使驚，係嚇，咁啊，我哋去翻今日疫情先，咁啊，有82宗新增嘅確診，咁啊，都係徘徊嗰個水平啦，未過百，咁啊，72宗係本地個案，係100跌翻落嚟。有一次過咗，有一日過咗一百，咁啊，依家就 keep 住啊，收緊措施之後，希望都一直回落啦。咁啊，72宗本地個案咧，有23宗源頭不明喎，越嚟越多源頭不明個案反而好多啊。咁就32宗啊，涉呢個歌舞群組，繼續啦，600嘅應該。咁啊，17宗同其他個案有關，輸入個案有10宗。咁啊，上個月15號曾經到訪尖沙咀山林道松山海鮮窩嘅顧客同埋員工，需要強制檢測。另外有3宗個案同日出康城九期第一座地盤有關，約900名員工咧亦都需要接受檢測。咁啊，地盤會同啲黑工有關咯，我成日覺得嚇，即係地盤好多時候都有啲所謂黑工啊，即係希望巡查得緊啲啦。即係就咁睇就似啦，因為地盤應該都不過都可能係跳舞群組咯。因為而家黑工嘅，如果大陸係疫區嘅話，就好大可能啦。如果係大陸，如果唔係疫區嘅話，因為黑工係大陸噶嘛。我唔係，黑工係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嗰度先嚟嘅。哦，咁嗰度大陸。係啊，即係應該就冇嘅。咁啊，希望政府加緊巡查啦。其實依個都係漏洞嚟㗎啦，天下皆知㗎啦嚇。咁希望即係我哋。但巴基斯坦嘅黑工，佢巴基斯坦運啲人就偷渡過嚟，就係佢入境，佢入境定點入境？我就好難講喎。嚇！入境入境，如果佢唔係偷渡入境嘅話，照計佢哋冇理由領事級㗎。佢應該係佢哋係以旅遊身份過嚟嘅。咁但係而家旅遊身份都已經係有咗隔離㗎啦。啊，未有隔離，因為旅遊身份家居隔離啊嘛。之前咯，之前依家就緊咗好多啦。之前係家居隔離啊嘛，咁所以咁係黑工有機會。嚇！即係睇下個情況點啦。咁希望都堵塞啲源頭啦。即係好多大家都諗到嘅，譬如我哋。上一波就係海員啦，咁依一波會係乜嘢咧？跟住唔係呢波係真係睇跳舞咯，呢波跳舞咯，冇計啦，真係好大件事。咁啊，內地亦都新增9宗啊，咁啊有啲係嚟自內蒙古嘅，咁啊講講啦。但係美國就好多人驚喎，17萬，日日10幾萬喎，即係美國依家係失控咁滯，即係盧永仁啱啱喺《巴士的報》寫篇文章，我覺得寫得好好嘅。係，佢就話咧，以美國咁嘅速度咧，佢咧好快咧就會群體免疫，兼且咧佢會疫苗出，所以美國咧應該出年就好啦，能夠解決噶啦。希望係啦，但係依家好似群體免疫嗰樣嘢就唔係好 work。咁咧佢話如果但係香港咧，香港好多人因為政治問題咧就唔肯打針嘅。嗯。咁於是乎咧，香港咧就反而，但係又冇群體免疫喎。係。咁所以香港反而咧，如果出年嘅話咧，個情況就係應該係咁多地方，因為好多人就喺政治取向唔打針咧，咁所以咧喺成個環境之中反而係最差嘅。點解有政治取向唔打針？唔打啲國產針喎，但冇。咁有外國針嚟。冇外國針，外國針冇咁多。外國針冇多，外國針冇。OK。因為你外國針你冇咁多嘛，你而家佢係咪俾外國運送？出年你打唔到外國針，即係好可能你只係好少人打咗啫，即係大規模接種外國針呢樣嘢係冇可能發生嘅。嗯。明白？你但係你只能夠大規模接種國產嘅啫，甚至外國針嘅話都可能係中國生產嘅。外國針好多都係中國生產嘅，即係話而家你實際上好多，譬如你台灣做唔到，佢因為要由
復星統一發放，係咁你點樣搞呢、嗯、所以到到最後冇外國心理嘅，即係唔好有呢度，唔好有啲無謂嘅幻想咯。即係除非你啲係 super rich， 你就冇所謂，你打咩針都得啦。嚇、哦！咁、啊、所以香港嘅話咧，你應該諗出年究竟係點？如果大家都唔肯打針嘅話，或者有一部分人係絕對唔肯打針嘅，有一部分人就因為黃絲唔肯打針，有一部分人因為環保唔肯打針，所以、嗯、即係根本就唔肯打疫苗。咁所以係有一好多人係拒絕打針。嗯、據講係我諗係得呢個係得可能得一成至三成嘅人係冇打針、嗯。難道美國唔係咩？美國冇政治問題，同美國多唔係唔係咁講。但係佢哋一樣。我解釋咗，我解我、哦、你聽我講、哦，你聽住我講。我頭先已經解釋咗，美國有兩樣嘢咧係香港，係香港有兩樣嘢美國冇嘅。第一就係、是、美國或者美國有群體免疫而香港冇，呢個係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香港係有香港有人因為政治問題唔打針，美國只係因為環保問題唔打針啫。OK， 咁所以有兩個原因係令到美國會優勝。但係美國有兩三成人係陰謀論唔打針喎。依家係美國兩三成或者三四成人係陰謀論唔戴口罩、陰謀論唔打針喎，依啲係好風行嘅嘢嚟嘅喎，所以美國依個都係政治問題咯。我就唔信你嚇 ，Deep State 嚇，依家你打我針咧就依、這個控制我，美國一樣嘅啫喎，佢哋個疫情即係個政治，即係唔係因為嗰啲政治問題，係啦，佢第二啲政治問題嘛嚇，所以我覺得美國都係敏敏地嘅，同埋美國北基噶嘛，打咩針啊屌咯，我知雷明北基的風，梗係啦，咪我哋係依個有支雷鳴燈喺門口打咩針啊？所以美國都好難搞嘅。咁啊，香港啊，亦都進一步收緊措施啦。咁啊，婚禮啊收緊到20人，兩個人一台，咁應該都唔結婚嘅啦。應該唔係唔結婚，係唔擺酒啦。好多人啊！我有個親戚本應係舊年 book 咗12月結婚，咁咧跟住就因為香港個事件就壓頭咗，咁啊諗住年頭結，咁依家就再 book， 咁個酒席都 cancel， 退翻嗰個咩訂金啦，酒樓。其實結婚係唔需要擺酒，結婚擺酒大家唔明白，結婚擺酒點解會出現？點解結婚要擺酒最出手？我收下錢啊嘛，大佬，認真啲啦呢啲嘢。點解 origin 嗱？依個實際上咧係啊，古代結婚點解會出現擺酒呢樣嘢咧？收錢咯，係咪啊？公佈天下。因為古時咧係冇政府登記結婚啊，所有嘢啊嘛，即係嗰啲咩，咁、所以咧 ，OK， 我呢個比喻就係咧，結婚咧其實擺咗個區塊鏈嚟嘅，區塊鏈嘅意思咧，即係大家都每個人都知道曬，即係話你嗰樣嗰個 message 一 pass 俾全部人知啦，咁即係話其實就係一個登記儀式嚟嘅。即係全世界好似區塊鏈咁登記嘅儀式嘅，但係而家因為實際上已經唔使呢個區塊鏈啦，實際上咧我哋喺政府登記已經係，即喺政府嘅登記已經得㗎啦，所以實際而家咧，所以好多人就登記結婚咪得咯，嗰、那個係一個係一個嗰、那個 legal 嗰個問題咧，就係由政府攞咗去解決咗啦。咁所以咧，實際上而家咧，你政府你就算擺咗酒唔結婚，你擺咗酒唔登記。你都係冇結婚效力嘅，係當然啦。咁啊，即係依家就我講一個故事，有一個富豪，我唔講邊個姓趙嘅，佢真係好嘢嘅，我覺得講個緊係好嘢，即係好嘢嘅就係咧，佢喺泰國擺酒，泰國擺酒，咁然之後咧係成場戲，都係假嘅，全部都係林記嚟嘅，咁犀利。係，咁佢嗰個老婆到到離婚嗰日先至咧，即係連律師嚟登記嗰個律師都係林記嚟嘅。哇！係呃個老婆。係，因為佢分身家嘛，當老婆提出離婚嗰一刻先知道原來冇結婚嘅。哇！依招高喎、啊，但係好唔係 alert 喎、啊，咁即係對佢嗰邊嘅親戚係一無所知喎、啊，以為全部都係泰國人咯、啊。唔係，我唔知嗰啲啊。咁有啲本地嘅演員過去嘅，咁大部分佢嗰個老婆係。鬼外國人哦，咁啊得喎，佢嗰個老婆外國人嚟嘅，咁嗰個覺得先至係出位啊！即係大家已經諗咗所有嘅一個，我啲朋友諗曬所有嘅一個唔使真結婚嘅結婚嘅辦法，譬如咧就係馬爾代夫結婚，馬爾代夫結婚咧就係原來冇法律效力嘅，係咩？係啊，因為咧馬爾代夫咧佢係應該係伊斯蘭國家嚟嘅，佢唔會為伊斯蘭嘅人。去進行婚禮嘅，儀式就得啦。係，所以咧嗰個結婚咧就只係一個叫做 certificate of ceremony， 就冇結婚冇法律效力嘅。拉斯維加斯有法律效力嘅，
但可以即刻嚟，即刻嚟，入去俾錢就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你即刻嚟係雙方自愿嘛？而家個個怕分身家啊，怕咩嘢咁嗰啲或者怕重婚啊，咁所以我哋係研究曬所有嘅一種重婚嘅辦法，或者假結婚嘅辦法嘅。係咁啊，另外啊，違反限聚令同埋違反呢個口罩令嘅，同埋強行檢疫嘅罰款咧，咁啊初步啊建議由2000元啊提高到5000元至10000元。咁目前仍需諮詢律政司嘅意見，咁就睇下咩情況。即係加罰金，加罰金。我覺得加罰金就固然啦，但係正如尋日我講過啦，我覺得最重要嘅都係你故意傳播，即係犯罰係刑事化。即係已經唔係罰錢啦。你而家故意傳播一個疾病嘅話係刑事化。嗯，一雞嘢就冇人聚集㗎啦。問啲啦，一雞嘢就都貴啲。如果2000元我唔介意啦。2000元好多人俾。2000元我唔介意，一蚊1萬蚊。1萬蚊就問啲啦。如果兩個人就2萬啊嘛。唔係你七個人聚集，開個加站咪7嚿。係啊係啊，即係個情況就應該，我諗佢都會做嘅。我估啊，最後我估啊6000啦。我睇個樣，佢有啲嘢就唔係咁去到好盡嘅，係咪先？佢係咁，係啊！睇通佢個人啊，我睇通。睇通邊個？睇通個What have I done? What wrong have I done? 我睇通咗佢，佢唔敢去到咁盡嘅。即係林鄭，你知意思係？我冇啊，我講下啫。邊個？嚇，咪林鄭咯。What wrong have I done? 佢唔會做錯嘢噶嘛。咁我睇下我有冇睇錯咯。你唔敢去到咁盡㗎，一雞嘢你敢咩？咪最多6000。你睇下我有冇睇錯你？大聲啲。大聲喎！你睇下我有冇睇錯你？我話6000。我唔係因為你咩嘢，因為真係太細聲。我睇下有冇睇錯你。咁啊，新加坡嘅旅遊氣泡亦都去到出年先恢復啦。咁啊，停一停先。咁啊，邱騰華嘅任務就去翻香港電台啦，做咗一個咁靚嘅旅遊氣泡出嚟啊！依家泡個湯。咁啊，但係我收到風咧，就係武漢亦都陰性檢測就可以上飛機日本咯。即係佢哋嘅氣泡就開咗咯。係咩？係啊。咁啊，最新嘅消息就係、是。武漢咁其實如果武漢都得嘅，中國其他城市都得噶。咁日本都等人嚟嘅。咁啊佢哋去日本，我諗好多人好羨慕，好多人想可能佢哋已經翻去大陸去日本啦。香港人翻大陸又去唔去得咧？如果香港翻唔係香港人翻大陸嘅問題就係香港人翻大陸，如果咁樣嘅話咧，你都要去大陸隔離翻14日先，除非你長住大陸。哦，咁啊唔使咯，咁我去日本隔離14日都。係啦，如果要隔離嘅日本。但係入如果咁樣講，你日本隔離14日嘅話，你翻大陸再申請隔離咧？而家你日本直接翻大陸喎。日本翻。咁你之前你就可能唔使隔離喎。如果你過開個旅遊氣泡，就兩邊都唔使噶啦。係翻本，咁你首先就去咗日本先，然之後去咗日本之後再翻大陸嘅話，再翻大陸嘅話，你都係唔使喎。係唔使噶。系咯，咁我就想知香港人，如果我依家翻咗去，譬如我去咗武漢啦，假設，咁我去日本就唔使隔離啦，咁我架飛機翻翻武漢都唔使隔離，因為旅遊氣泡嚟噶嘛。我旅遊氣泡計唔計你嗰個？我就計唔知計唔計，係咯，我就唔知啦。咪希望大家都清楚啦。若然計，我諗都好多人都要出發噶啦。日本呢啲家鄉嗰啲嘢係咪先都甩咗咁耐咯？係啦，而家去當期可能頂唔到人啊嘛。係啊。咁啊好啦，咁啊疫情啊差唔多啦，咁啊睇下个发展啦。咁啊讲翻有线个风波啦，咁琴日就清楚啦。首先有线宣布重整架构咧，要100个人离职或者调职。咁咧就新闻部就裁减约40人。咁但系咧就负责侦测报道嘅新闻刺针全体记者就被裁走。咁多个个别嘅主管同埋记者不满。咁咧就港民组最少有16个人辞职。咁中国组仲全。齊辭職，即係原本諗住新聞，即係就炒40個人咁啊！依家唔止啊，咁啊，即係有啲人就被炒啦，有啲人就升換就自動離職咁啊！我琴晚睇有線新聞都夜晚黑嘅，有啲嘢都配音都變咗人啦。咁啊，個主持都仲喺度，咁但係睇下今日個情況點啊！今日應該冇乜唔夠人手做採訪噶啦。係，我諗要請多啲人，會請翻啲新人啦。應該會請到人嘅。係啊。嚇，咁炒出嚟嗰啲會點咧？咁睇下有冇。我諗幾難揾到嘢做。不過好彩就係本身記者本身人工唔係好高。係咯。我相信轉行轉做公關啦。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咯，呢啲嘢。嚇！我諗轉做公關啊，轉做咩嘢？分分鐘新生就喺個月出現咯，揾咗第二份，原來好撈啲，又好屁啲。真相嚟嘅喎，呢啲佢琴日都講咗啦，做4至5年嘅記者得14000蚊人工。嚇？係啊，講咗啦，喺有線度，
啊，即係四至五年經驗嘅記者同編輯，14,500，即係忍受低薪都好耐。喂，淡仔阿姐都18,000啦，成日都講呢個問題啦。嚇，咁冇嘢嘅，咁啊好事嚟嘅。啊，既然你又要得個皮四嘢啊，皮五嘢係嘛，又要容易犯國安法，又要俾社會指責，我唔撈啦。係咯，咁所以佢哋全部都講，我諗佢哋全部都係諗住轉行噶啦。如果唔係你喺咩嗰度翻唔翻嚟噶？即係佢諗住嗱，低啲人工，但係有冇玩，咁啊好啲。係啊，而家又低人工，又低人工，又冇得玩，咁就於是乎就不如走啦。即係你就話任佢玩啦。咁我嘅心目中嘅講法就係為理想啦。咁為理想咪即係任佢玩咯，一樣咯，冇兩冇冇講法唔同嘅，兩講法唔同啊嘛。咁我就祝佢哋出嚟轉行就可能仲好勁啊，唔使十。應該就實一定仲好勁嘅，一定仲好勁。咁咧，但係就我諗成檔嘢就係佢都冇辦法唔炒人嘅。屌你揸 HKTV Mall 啊，揸住架車派貨都死雞嘢啦！即係如果肯勤勤力力做，驚咩？有冇車牌啊？咩啊？有冇車牌？胡志偉都話申請呢個中型呢個貨車車牌咯，做下平面設計。胡志偉都未驚，你使驚？係咯，但係呢個我大約講一講係有線狀況咯。即係有線嘅經營狀況就好惡劣嘅，咁咧其實咧而家佢只嘢寫幾時啫？其實咧最主要咧，佢其實咧佢最重要嘅而家嘅目的咧就係咧，佢係唔使錢送走有線。如果你係咧，其實你buy咗有線嘅話咧，你係可以唔使錢送俾你嘅。係嚇，佢只要唔使錢送俾你嘅話咧，佢只殼咧可以賣得10年嘅。佢嗰只殼，佢嗰只因為佢嗰只有啲嘢啊，又有好多 institution 有啲名氣啊咁。聽講話嗰棟嘢唔係嗰只殼嘅喎。唔係嗰棟嘢唔係只殼，都賣都賣咗11,000。佢有啲架撐啊，啲咩嘢咁啊。所有嘅嘢咧，佢賣散咗嘅，因為好多人係嚇。咁所以佢其實咧係想送嘅就一就公幹咗好多嘢係好靚嘅入邊。咁所以最重要嘅就係佢唔使錢都上甩㗎啦，即係據我所知。10,000招股價而家跌到6,000都好撚大鑊啊！講真，係咁啊，6,000都應該有位走嘅。咁啊，亦都睇到個招股價到6,000，亦都知咁多年嘅經營都係掂啦。係啊，咁人都唔想做，咁啊病咗都係有咩啦？同埋佢哋最重要嘅，因為咧我知道佢啲業務，譬如多石酒店啊，全世界你話美國、歐洲、香港多石酒店，你話情況會到幾惡劣嘅程度？係咁，所以我諗都好難做咯。即係成件事都難做咯。佢想賣走，唔係佢想送俾人好耐啦，人要啫。係咁，但係問題就係佢嘅多石酒店咧，佢嗰啲其他業務翻嚟嘅時候，佢唔想再貼。即係本來係大把錢整件玩具冇所謂，而家你嗰啲所有啲收入冇咗嘅時候，你貼件玩具咧就未免太過奢侈啦。係啦，咁就佢又冇生機啦。應該就生機就好咩嘅，但係而家就係一個，仲有一個就係炒人狀況，究竟佢應該炒俾邊個咯？嗯，即係成件事咧就係佢炒人。嗯，佢哋話冇通知個主管。係，即係話唔係叫主管交人。嗯。而係上面直接炒落嚟，同埋即刻要走嘛？有政治，即刻要走嘛？即刻要好似拍戲咁樣嘛？咁所以佢哋費事搞到嘢，係啦。咁所以嗰件事咧就係問題，就係我唔能夠通知，因為其實佢所有人都係咁樣嘅，唔係淨係新聞部嘅。係嚇，咁我冇理由通知佢哋走嘅，佢其實應該通知咗主管嘅，應該通知咗四大主管許方輝啊咁嗰四大主管應該通知咗嘅。咁但係問題叫佢哋交人啦，就唔叫再低嘅人交人啦。但問題佢炒低嘅人，冇理由佢低嘅，即係中層主管冇叫中層主管加人咯。算啦，僵尸企業嚟㗎啦，變一變可能有新機啦。咁啊，反正咁樣沿住呢個班底做落去都係賴嘢㗎啦，做咗咁多年係嘛？係咯，一路走來都係唔得就唔得㗎啦。佢話咗中國移動，本來佢最大嘅希望係中國移動。係。但係你翻到你翻咗大陸之後，跟住你仲唱衰中國移動，話中國移動嘅上，你就話中國移動嘅咩冇係作大個用户，咁你真係老細都要。搞掂嘅話就真係冇辦法。即係有陣時啊，你話政治問題咁啊，倒翻轉頭經濟問題嘅，係咪？唔係經濟問題、政治問題同一樣嘢嚟嘅。同一樣嘢。如果你 idol 人，你可以忍嘅。只要如果我賺錢，我送乜你政治問題啊？係咪啱啱我賺錢？但係所以政治問題同經濟問題呢兩樣係掛鈎嘅，即係唔會純從，唔會淨係得一個問題嘅。我 Netflix 驚你乜嘢啊？出台問題咁樣，香港都 cut 咗157。係啊，唔使驚。咁啊，都係經濟問題啦，一句講曬。咁啊，邱騰華為檢討港台管治同埋管理成立嘅專責小組咧，就由今年開始7月工作啦。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表示咧，希望小組咧明年初要交報告。
當局會審視情況，有需要的時候呢就再報告，跟住有啲咩跟進措施。咁就跟住又講翻嗰啲投訴，佢哋會處理。咁下一個開火嘅應該都係香港電台喎，即係睇你個情況。我諗咁計啦。點解七月開？點解七月嘅時候，做專責小組，而家出年先咩咧？搞使唔使搞半年啊？疫情啊嘛，疫咩情啫？你做呢啲使乜嘢？使乜關係啫？你又唔知道啲嘢幾複雜？有得幾複雜啊，大佬啊！香港啲公務員已經係全世界最高質素、效率最高，佢、啊、第二度起碼搞十年啦呢啲。啊！即系依家搞你七八个月就算快咯，屌！系咪先？喂，大佬啊，咁样讲，专咩择少咩早啫？你有目的，你个人政治目的，你个结论已经写咗噶啦嘛？你专责小组就喺砌前面啲嘢，点啊？屌啦声，砌前面啲嘢砌七个月、七八个月，有冇搞错？你点做嘢噶？咁你中间啊搞旅游气泡嘛？喂，大佬啊！咩叫日理万机啊？我哋都做三四份 job 咧，唔系啊？屌 ，Wong have 快灯，你讲咩啫？依家我有咩错？依家冇限期，咁一早讲明两个礼拜起货，咪两个礼拜同起货咯。咁你冇限期，我拖住你。两个礼拜，如果你做你搞个装修噶啦，两个礼拜起货还两年起货，我结果都系两日做晒嘅啫。屌、哦、你都搞个装修噶啦，你冇话几时做起咩？咪拖住你咯，出粮啊嘛，大佬。黐线啊！即系搞咁耐，你啲结论啊写咗落去啊，使乜搞咁耐啊？大家两月咪起到货啦，搞耐即系证明周达真系几冇用啊！啲人真系，同埋唔系你咁讲。唔係唔知係有談喎，而係批准佢咁耐嗰個人冇用，大家誒係、欸、真係要咁耐喎，搞咁多嘢做乜啫？挑人賣上頭嘅你咁等做咩啫？如果以上頭嚟講嘅嘢真係唔得啊！林鄭啲品味真係，我真係唔知點講啊！真係係咪先？啲品味真係差得遠啲。你睇個陳凡啫，賣上頭嘅啫，冇咁多要求啦，係咪先？總之啊 ，walk on 係快燈啊，冇你哋冇錯嘅，從來都錯我哋嘅啫。咁啊，另外就聂德权啊，咁另一个比较诶，呢个做嘢多啦，就系、是、即系新官上任，咁啊，亦都就呢个拒绝宣誓公仆嘅问题，继续喺个电台度讲啦。咁亦都讲啊，如果你拒绝宣誓，咁系咪令人觉得你系唔适合留喺个团队度咧？咁即系讲到明一定要宣誓啦，系啊，咁好正常嘅。之前亦都讲过噶啦。如果你唔宣誓，都會影響個遷升機會。咁又再多一層，咁一定要宣。喂，呢樣嘢點會搞咁耐？宣誓講完，第一個下次宣誓搞掂咯。喂，仲要仲有講大輪，跟住之後上次又話可以唔宣誓，唔宣誓就影響升遷機會，唔知點啦。喂，使唔使講咁多嘢啊？一句一兩句話就講完啦，得啊得唔得就你唔通你班官有 bargaining power 咩？你出去都係乞食啦。我都覺得好奇怪喎，呢啲。呢啲衰過有線。因為有線真係人工太低，啲人工高噶嘛，係咪先？係。啲人工高嘛，你我驚你 fair 啊？係啊，我都唔明點解，橫掂都打橫嚟㗎啦。咁如果佢又打翻斜，又打直，又打翻橫，咁最後都打橫㗎啦。好簡單嘅啫嘛，呢啲嘢我都唔知點解講咁耐。咁啊，公務員係咁㗎啦。咁啊，探討多啲，討論多啲，咁啊有啲可以有啲多啲空間去發展一啲新嘅嘢出嚟啦。嚇，我都明白佢哋做嘢方式嘅。嚇，好。我都真係唔知喎，不過宣誓就你而家係咪都要宣誓㗎啦？而家問題唔係公務員使唔使宣誓？係，係區員使唔使宣誓？而家區員嚟㗎，依家仲有一樣嘢就係其他人啊，受政府資助嘅團體啦、NGO 啦，或者教育界啊，公立教師就公立學校嘅教師就一定要宣誓㗎，講到明佢係公務員嚟嘅。咁資助學校咧，好啦，再推上去大學咧，大學教授咧。我就想問呢個問題，咁如果你大學教授都鬼佬嚟喎，宣咩誓啊？我咪問呢個問題，咪嗰個多隆嚟嘅喎。係啊，多隆。如果你宣誓，你可能係集咗好多喂，咁你呢度又要搞政治，我去第二度教啦，啱唔啱先？其他地方都唔使宣誓，國際學者嚟噶嘛。國際學者唔使宣誓嘅，咁但係問題可能佢走佢就啱曬啦。而家可能唔需要咁多國際學者啦。係咯，即係依家都係。唔係大學，大學應該唔會燒上去嘅。大學就咁樣，但係大學校長可能要宣誓。哦，嗰個冇問題。大學校長同埋某一啲嘅職位可能要宣誓，但係教授應該就唔使嘅。係啦，咁如果你咁樣就係咯，咁啊全民宣誓嘅喎嚇。我都唔介意嘅，宣誓誓願當食生菜啫，喺我嚟講，但係好多人唔介意，好多人介意嘅。我冇所謂。好多人即係等於好多人咧，好多人誒。咁你依家上庭都摸住本聖經㗎啦。系啊，系咁咪系咯，系咯。如果你个个都信佛噶啦，六摸咩圣经啫？
係咯。我望住你而家打啲大案咁樣，就望本聖經，呢個基本上已經係儀式嚟㗎啦。冇咩聖經啫，屌我攞本波野經得唔得？咁嘅問題啫嘛，係嘛？就咁問題講完。好，咁啊，林鄭啊，咁仲有一樣嘢講嘅，咁咧佢喺任內咧並唔打算修訂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喎。